大卫说 ：“Orchard Hill 花果山、商场、跟客人碰个面，谈一下这个餐厅的 business 店面，基本上机会是。但是如果你是买店，在买店的同时呢，这个现在的拥有租约的这个店主呢，他是在你的基础上给你一个给尔湾公司一个保证。如果今天你不付租金，那他有可能还是在这个 guarantee 里面，所以有点像是他在帮你做一个背书，相对的你拿到租约的容易程度就会比较简单。那当然就取决于你是想要怎么样的生意，还有你自己有没有品牌，还是你要找现成的生意来做。那我相信很多人是有兴趣来申请 E2 签证，或是办一些 EB1C 这些东西，我相信很多生意是 qualified 的，就是你可以去操作一下。Anyway， 我们话题继续 ，Let's go。对，发电用的机器 ，OK。结束啊。